我们是几只校园猫，你们在学校时我们很快乐，现在很寂寞。那时你们每天喂我们，我们可以吃到各种零食。你们上课时，我们就在教室里睡觉，老师讲课的声音是我们美好的催眠曲。你们下课会跟我们一起玩，拍照转发，你们有了什么秘密也跟我们分享。前几天听说你们要回来了，我们高兴极了，一大早就跑到校门去等。后来又听说停止返校了，因为北京的疫情，这让我们很难过，因为没有好吃的了。法学院的老师安慰我们说，别难过，你们会回来的。我们相信老师说的话，因为他是教法律的。我们会在校园里一直等着你们回来，这校园是永远的。